每朝早起身可以走出来望到这个这么漂亮的山和这么漂亮的海，简直好像为自己打气一样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Yannis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就是这个深湾轩。不如我们现在即刻参观一下个单位先。好啦，大家睇完呢一个单位觉得点咧？如果有兴趣嘅话咧，欢迎随时联络我 Yannis 噶喎，拜拜。